好像是阿伯一直听出来的。 Oh. Alright, so director Jack Neo's latest movie is Killer Not Stupid, right? Sasu Gupen, which is coming out next year, Chinese New Year. 对对对对对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个前一阵子呢，在台湾啊，大概拍了大概2个月，所以呢，阿龙跟Apple呢都有跟着我们上去了，还有跟呢其他的台湾艺人呢一起来这个演出哦，所以是我比较大胆的，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，因为是动作喜剧片。 哦，希望到时大家会支持，好不好？那只有你一个人讲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看来，拿上来给他看，来，我们给他看啊 ，Apple 的造型啊，哇，这个是其中一个造型。